日前，有网友称在环球影城偶遇了肖战，并晒出偶遇照，拍照距离很近，清晰拍到了肖战的正脸。即使肖战戴着口罩，但粉丝立马认出是他。路人镜头下又高又帅，原来肖战和工作室的成员一起去那里游玩。他穿着牛仔外套，里面的卫衣非常保暖，戴着那顶毛线帽，似乎和2018年机场看到的是同款。对比起来看，肖战的颜值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大家一起玩项目的时候，旁边工作室的胖子哥哥们一下子就被比下去，肖战的大长腿非常强劲，直接冲出了画面，也确实太搞笑了。肖战此次现身环球影城，走走停停逛了很多地方，有时候肖战也会拿出相机拍摄。网友猜测他或许在准备 Vigo 到时候发花絮，粉丝已经开始期待了。肖战一直在给自己加油打气，也在努力证明自己。肖战给自己的手机屏保设置了财神爷，一直没有换，他内心有股冲劲，总有一天会得到他想到的。喜欢就订阅呗。